什么梦想啊？走路都是被家里给惯的。还打什么球、啊？这人怎么30岁了，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？人不能好高骛远。感觉对人都挺好的，但是总受伤害。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，吃完睡，睡完吃。这还懒的。这些年，你的性格越变越古怪。差不多得了，摔的谁呢？我想跟你分手。你说你年纪轻轻的不干点正事儿，将来咋整？为什么一直不出去找工作呀？不是很擅长跟人交流。你说你这些年你为这家做啥贡献？活活不干，给你找工作工作不去，你想干啥呀？人活着嘛，总得拼一次，不是吗？其实我站在拳台上啥都没想，就想赢。我想参加拳击比赛。啊，要减肥？不是，我要参加拳击比赛。一二走，加油！这条件能打拳吗？走。右出拳，起来，跳，左手很有劲儿啊！1、2，接下来要上场的拳手，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正式比赛，让我们有请杜乐莹。其实我挺喜欢拳击的，两个人打成那样，最后还能抱在一起，我以为想得到拥抱，只有对人好才行呢。所以现在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，是看心情。